咦，那几个丑八怪是谁呀？就是几个小屌丝，跟你比起来呀，他们就是癞蛤蟆。李菲菲，你说谁癞蛤蟆？说你们几个呀，又丑又土。喂，新来的，你嘴巴怎么那么臭？你又是谁？哪个可以说？你是新来的贾糖糖吧？欢迎你加入二年级三班，我是王豆豆。对，我就是贾糖糖啦，马上呀就是你们班的新班花。什么？还有自封班花的？脸皮真厚。韩美美，你记住了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糖糖，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走吧。第一天上学呀，我要给老师留个好印象。就像书里的那只又骄傲又讨厌的小母鸡，自恋狂。还有这个李菲菲，干嘛像个油皮糖一样黏到贾糖糖？他们是邻居。还有啊，颜值即正义，走吧。到了学校，哇，还给我准备了欢迎仪式。嘿，这么漂亮，必须的。贾糖糖，你站上来。人美就是不一样，还被请上讲台。同学们，我们一起欢迎贾糖糖同学。这个新同学，哇，这么多人对着我鼓掌，感觉太好了。骄傲的小母鸡，王佳佳，你这个喷子，不许说他吗？好好好，现在我们请新同学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贾糖糖，大家看我的脸，像我的名字一样，人见人爱，像糖糖甜。哇，这么神奇呢？咦，天哪！贾糖糖，我可是真臭臭。从幼儿园开始，我就一直是班里的班